要不要抓？哦。啊，抓一颗吗？不管。全都低了。哦 ，Phoebus， 睇唔到，睇唔到，完全一啲嘢都睇唔到。你有冇镜开开 private？ 因为你上班。好啦，到点啦？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咁兩個我哋打架，咁我入唔曬啦，你又要等多兩分鐘。我開。開絲定係開？開啊！開開開！開咗。貓貓怪，小火龍嗰啲。錄影錄影。開始。Hello。Hello 喎。做咩？誒，都把你幾多？你忘記啊？一開。哇！佢死死咗啦！太多人玩。係啊，我試啊。係咪叻機啊？叻機啊，係啊。死唔去喎。我仲未肯死喎，死啦！喂，唔得喎，即系死唔去喎，好。我三個波掟。咁退啦。撈好耐，我掟一個。退唔退 ？No！ 應該唔退得係嘛？一定唔退。睇下佢去到零秒會點啦。四個波掟。點算好遠啊，姐？都唔知點啦。我仲可以打佢嘅，但係。肉點啊？嗯，仲未一隻咯。唉，呢個真係。為家貨啊！點算？第一場已經咁啦。點算啊？第一場已經好撚。誒 ，time 濕咗我添。嚇！入去。Six hours later。啊！窒咗咁耐，重開啦，不如。誒、欸？我啲打唔閉，我捉過。順利嘅啫。睇下會點啦。系啦 ，hold 住咗啦，就系放落放唔咯，乜乜都冇反应，全部冇反应，好嘢！唉，俾人 ban 咗啦，OK， 正常翻啲啦，但系个 gotcha 咧就唔系好 work，device not found 啊。可能要重新開個 game 先得。好啦，呢個 gotcha work 咗，我哋嚟到呢個寶翠。加起來差啲。哦。啊，不如有少少人群。開咗。貓火叉燒。叉燒貓火叉燒，比叉燒，佢叫比叉燒咯。貓火叉燒，做咩啊？呢個料啊，做咩？你而家捉一隻三八，你行個圈都明知啦。開標噶嘛？又黑你，好打到。
哦、，finally， 终于一场，终于有一场正常啦！一百一百，果然系我平时遇到嘅 Ivy， 果然系我平时会遇到嘅 Ivy。喂，行啦，系行啦行啦。行啦好啦，捉嘢先啦。超低 CP， 系超暗啊！咁样唔知点解，系一啲都影唔到，但系总之系一百一百啦。抛，抛唔到波。抛，抛唔到波。抛，诶、欸。系咪冇咗啊？跑跑，哦冇咗啦，好嘢！好，继续你打欣怡啦。啊，试下扫一扫，都有少少人玩嘅。36又是一隻低的，平時都要一些低的火鳥，沒有一隻漂亮的，是不是呢？又不是了，捉到第一隻了，雖然不是閃的，136應該是很低下的 Wonder 添，15公 82IV 這隻，唉，最多都是見到 82IV 的。好了，我哋開始連環打幾場啦。都係嚟玩嘅人啦。唉，終於啦，掂到藍色嗰個位啦。跟住，唉，應該對焦嘅時候就唔對喎，全部都係打緊火鳥啊！又對唔到焦，快一啲近。要諗啊，要諗好曬要輪住睇啊！居然 miss 咗，唔夠位，又花啲毛骨，都係咁樣。哇！又係咁低，犀利。不是閃三四，又入了一隻了。 OK， 好，入去這個貓頭鷹圖騰。好了，又一場了，報個號碼給你。1865幾高啊？918。是啊，如果閃了的話就搞笑了，那這個我一定要捉。閃閃閃閃閃閃，紅色的蛇死了，差很遠，這個未必捉到，這個真的未必捉到。 D 高 IV 的火鳥是很無緣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入哦，入到，好厲害，不是閃的，但是看這個問題了，我 OK 了，好，15公血。貓貓卡比又失招啦。好啦好啦，呢邊OK， 喂，哎呀，依家去紧边度啊？睇下先，依家系去紧
去緊呢一隻導管。好，再下一城。閃閃閃閃，一百四百，好似都唔差咯喎。其實可能八九八六度，甚至可能九下零都有機會。好，又有十 K 彈，嚟到呢度，四金，哦，幾多 TM 啊？唔錯，唔錯，唔錯，十二粒波，閃閃閃閃閃，唔係閃，一八四一，普普通通啊。好，入去，烹石場。我都不好想認得清楚，其實，但係好又有張卷，有一閃嘅，閃嘅啦，話俾我聽係閃嘅，還是不是呢？所以。170这个不仅是大奖啊，这个是头奖。哇，这些声音啊。哇，太好了。Miss, 哦，我可以入了。哇，好了，我可以不用弹。弹啊。对，要弹。都给是想给我，我没想。对。欧欧了周天。一把是不是先。Wonder, HP, Attack, Defense, Exceeds my calculation.